据台湾媒体报道 ，XO 成员凯的姐姐近日经营了一家位于瑞草区的 Come On 咖啡厅，是凯的姐姐一手打造。许多粉丝有空也都会前往朝圣。近期就发现咖啡杯上的图案改变，是一只闭着眼睛的熊捧着咖啡杯，并且被花棉被包围的样子，相当可爱。据粉丝透露，该插图是由凯本人亲自画出来的，也是咖啡厅最新的咖啡杯设计图案。每个人都直呼超可爱，并且争相前往，就是想拥有印有偶像作品的杯子。没想到4日，实名为双旺的插画家在推特上传 Come On 咖啡杯和插画对比图，怒骂脏话，指出开什么玩笑，并且也亲自联系咖啡厅，请求对方不再使用该图片，立即引起一回热烈讨论。他很快在5日收到了正式回复，和 Come On 咖啡厅沟通后决定和解，已经和抄袭的当事者取得联系和正式道歉，印有抄袭图案的杯子们也将全部报废。收到正式公文后会再更新，与此事件有关的其他推文也已经删除了。